小孩叫史玲玲，那我们今天也一样来到了网球场。我让他滚的话，我们今天好像一开始也要脚步练习，然后开始学打。我上次是正拍，不知道现在会怎样。对，应该也是反，应该是反拍。你用左手打右手。我就双手，双手握。说你要哪一只手出力？没有啊，我就这样打出去就好。他是右手，对不对？你右手，左手辅助。嗯，
喝水擦头。好嘞。等一下不知道要上什么。等一下是不是就躺在地上了？不是吗？应该是反拍。反拍是什么？什么是反拍？拿起来，脖子擦一下，脖子整个后面脖子。额头，额头。今天可能要教新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刚才呢，还是个之前的。Thank you.
刷新留言，要记得留言和分享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小妈咪。那。